附近就是叫新世代，然后新世代是一个广场，就是我们本地游客都会走的。然后新世代很靠近这里，这里也很靠近那里，那里你们都可以走来走去，都可以经过到这里。大家都饿了，来，我们开始试吃，来品尝一下汤的味道。OK。怎么样，开胃吗？开胃，酸酸，来，我们吃。吃点。OK， 来，到我吃。来，我们介绍第二样啊，一个是叉烧干捞面。嗯，很香，叉烧味。叉烧肉但是叉烧味哦，不然它呢就有那个叉烧被烧过的味道，竟然不是叉烧，那好吃吗？好吃吗？好吃吗？啊，吃啊！我就说这个是 OK， 这个是我们的喇沙本地的都会来吃的一个面，就是可以讲是沙巴的特点嘛。椰奶啊，椰奶还是椰浆？这个的椰奶味比这个重，可是这个也没有那么辣。冬阴比较辣，冬阴比较辣，冬阴就酸辣酸辣。两个都有虾，两个都有虾，而且的虾不是开玩笑，好大只。你看哦，那两个饿了哦。谁嘞？这介绍到此为止啦，我们饿了，拜拜。谢谢，拜拜。我带大家来到这里赛车，赛车，赛车，我们来 PU 体验一下自己 PU 雨，有什么车啊？好像有牛啊，乌龟啊，阿牛，有一个是马啊，好像我要马，好像是马，我坐乌龟上来吧。什么车？我车呢？在你们的右边。丢给我们了咯，哎，我拿牛了，哎，我拿乌龟了哈，还是拿马呗，哎呀，乌龟，哎呀，我的牛，哒哒哒哒哒哒哒。我已经有 offer 那种了，有扣，有扣，这样不错 ，special offer， 然后给他那个五元扣咯。首先我们要到那个 Contact Field App， 它名叫 Contact Field， 它是 Android 跟 iOS 都有的。那我们按进去，然后有个我们要 register 先。我就是你的 ID、email 啊，全部在里面，你就是两个，你就可以 redeem 那个 George Pick。
按进去的时候，你拿出冰箱呢，它一个语音的，然后还那个语音号，你就给那个淘哥，他就按口风，他抄下来那个号，你就可以领了，你就这样得到那个红色。这就是我们今天刚才 order 的啦，好漂亮，5颜6色七彩缤纷，这个就是 Galaxy Vanilla， 然后下一个是 Chocolate Ice Blender， 然后我的这个就是 Galaxy Lemon， 还有这个是 Fresh Tomato with Honey Ice Blender， 然后我的这个青色就是 Peppermint Chocolate Ice Blender， 还有 Galaxy Grape。然后前面这两搞东西咧，就是鸡扒，鸡根鸡扒，今年是鸡年，这个是 original 的鸡，它的是咖喱鸡，咖喱鸡，鸡是啵啵啵，是 original， 对啊，好好吃，很香啊，你看的，我吃这个，看到没？咖喱它是不是咖喱酱哦？它就是咖喱粉，还有那个香那个咖喱粉的味道。那你看，你不吃啊？花很香，很香很东西了，它不会炸到干干的，只是还有留那个汁在那边的，不干干哦，很棒吗？哇，太好吃了！然后，真美味，咖喱的好吃，那咖喱的好吃。OK， 来，现在我们就试水。吃完鸟就要喝水，它的水呢全部是很卡乐乐的，然后呢你不用担心，它是没有添加颜色素，都是健康的，也没有肤色，没有防腐剂，然后这些卡乐素挺安心的喝，都是健康的。OK， 来，请喝吧，请享用。啊对的，它利用。我觉得蓝色很美哦，是比漂亮哦，可以跟 match 的衣服啊。哇，好喝啊，我的啦。OK， 来啦，到我。OK， 这一个就是 Galaxy Lemon。OK， 来，是我最喜欢的颜色。刚好不热气，需要这个。都累啦。那我的巧克力唇边那个我，这个。雪花失色。喝吗？我准备为你有心情，哈哈，接下来。我要做总决的，怎么力？快完蛋了！不要帮我，这完蛋了。那我们来一起猜。Good.Fresh tomato， 干什么都，不是可以养颜，很多的，可以养颜，这是我的了，这是我们，你们没有，没有啦，这是我们的，不给你们喝，我们要吃东西啦 ，OK， 拜拜。永乐酒楼，我们来品尝中餐的晚餐，比较正式的中餐。所以我们现在让服务员上菜。好的。这个就是那个葱蓉菇炖鸡汤，很香甜，因为它的主要的那个料就是葱蓉菇的冬菇，它的名叫葱蓉菇，所以它的味道很香。
甜，很好喝，甜美。接下来就是到我的五爪药材鸡，它的鸡是老水鸡啦，它的字是就是药材味整个。哇，我觉得我们今晚很补哦，药材汤、药材鸡，好吃。那我这个呢，就是烧汁羊骨丸，它的那个 sauce 呢是厨师自己调制的 special sauce， 所以其实还蛮香，有嚼劲，要慢慢咬，有嚼劲 ，juicy juicy， 而且还没有那个羊骚味，所以很好吃。然后下一样就是那个娘惹阿萨姆，它是娘惹阿萨姆，所以它的味道很特别。哇，很多料、哦，很多料、哦，辣吗？不辣、哦，它不辣，它这个味道很好吃，我很喜欢，因为它是甜酸甜酸。接下来到我金丝虾球，哇，看它眼睛都发亮啊、哦，外面是马铃薯。马铃薯确实是然后炸，嗯，姐妹啊，你是太饿了吗？饿、嗯。那我这一道呢，就是脆叶牛柳。为什么它叫脆叶牛柳呢？旁边的配菜其实是厨师把那个芥蓝切碎碎了，然后拿去炸，中间呢就是牛柳，所以叫脆叶牛柳。口感是脆脆的，然后其实有点呆辣。还有这样呢，就是他们的银杏山药炒木耳。就是那一节白白的，为什么叫银杏山药呢？它的叶子是银杏叶，所以我们就叫它银杏山药草木耳。来，青青是什么？扁豆。主菜吃完了啦，接下来就到我最爱的甜品。哇，有幕后人员帮我拿，幕后人员真贴心哦，会帮我们拿。哎呦喂，哎呦，不是拿了，谢谢啊，这个是。Yes， 到我的了，就是那个芒果布丁，来幕后人帮我拿哈，哎，拜拜。很短短，哎呦，超好吃的。我的这个 coconut jelly 它有放一点板丹，它有板丹味。啊啊！芒果布丁不用讲，一定是有芒果味啊。这两吞吐液这种形容词，芒果吐液是你吃到很勾力，勾力那个叫芒果吐液。这里除了吃晚餐，还是可以举办宴会的。最近是双亲节嘛，对不对？母亲节过了没有关系，父亲节你可以带你爸爸来这边吃晚餐。因为这边他们最近有双亲节 promotion， 说除了双亲节 promotion， 其实他们也是有那种 wedding package 啊， table set menu 啊，还有那种 buffet menu 这样子的东西， full moon 啊那种也可以。说这边其实可以容纳200个人，然后有大概20桌这样子咯啊。不错的地方，然后这里的营业时间呢，就是早上8点早上到凌晨12点，它的营业时间。对的，有很多人会好奇，只可以吃晚餐？没有的，它早上有点心可以吃，它的点心时间就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罢了啦，所以你们要把握时间，抓紧机会来这里吃。更多详情请浏览 Facebook page US Lu Yang。对。然后呢，我们现在要吃了，因为我看到我后面有工作人员全部流口水盯着我们，怕我们跟他们抢吃，递到桌上啦，对啦，就这样吧，一起来吃吧，来来来来。好啊，对，就是比较脆。